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兄弟连 Linux》视频教程，我是李明老师。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一讲呢，只有我来单独为大家做一个讲解？因为在录制这一讲课程之前，前一天晚上，沈超老师回到家，可能因为某些方面没有服从他老婆的命令，结果被罚跪方便面，跪一晚上。沈超老师的老婆呀，在半夜的时候呢，就跟他讲：“别跪了，起来回屋睡觉吧。” 没想到沈超老师这个暴脾气立马就上来了，一拍桌子说：“老子就是不起来，老子愿意跪到天亮。”结果他真的跪到了天亮。没办法，有这样身残志坚的……呃、哦，不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身坚志残的同僚，我只能自己把这节课给大家录制完了。好，同样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，或者是登录兄弟连论坛，跟我进行更多的交流。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 Linux 常用命令里面的一小节的内容，为大家讲解了文件处理命令。文件处理命令中关于命令的基本格式，以及一个我们可能用的最多的命令 ls。在这节课里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目录处理命令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比较常用的第二个命令 make dir。 make dir 用来创建目录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。我们在 Linux 系统里面，在应用的过程中，可能我们经常会创建一个新的目录，或者有的人把它称为叫文件夹，那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在想创建一个新目录的时候，可以直接使用 make dir 加上新的目录名称就可以了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命令操作窗口用 make dir 创建一个目录。 但是呢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不要把目录弄得非常的乱七八糟，就像没有任何规划的房间一样，东放一个东西，西放一个东西，最后这个纸可能变成一个很凌乱的仓库。你应该是做好规划，不要轻易在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些新的目录或文件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在一个我们提到过的这个 TMP 目录下面存放临时文件的，在这里面呢，临时可能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文件。 比如说这个文件呢，可能叫“小电影”，就可以直接 make d r 杠 temp 杠小电影就可以了。那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法。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说明的：如果我们在 make d r 创建一个新目录的时候，假设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想创建一个目录，用 make d r 来创建，把它放在刚 temp 下面，那么这个目录。 下面创建的新的目录呢，可能叫 Japan，在这里面再创建一个子目录。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，Japan 这个目录本身是不存在的，而且我还想在 Japan 这个目录下面再创建一个新的子目录，这样的操作是否可以执行呢？我们可以试试看，系统会提示你没有办法创建这个目录。 因为这判这个目录本身就没有，你还想在一个本身没有的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新的目录，这是不可以实现的。但是呢，make dir 提供了一个选项叫杠 p，可以递归创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目录它本身不存在，你可以用杠 p 这个选项，在这个本身不存在目录创建的同时，再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新的子目录。我们再用刚才的例子给大家举例一下。同样还是这条命令，我们执行 make dir。 我们已经存在的目录杠 tmp，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新目录叫 japan，在 japan 下面创建一个子目录叫波多。这个时候我们 make dr，好、啊，依然还是不行，因为我忘记加这个杠 p 这个选项了。那么我们加上杠 p 这个选项，执行这条操作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杠 tmp 杠 japan 这个目录就已经创建了。 而且在这个目录下面已经创建了它的一个新的子目录，叫波多。这是呢，make dr 比较常用的一个选项，make dr -p 可以递归创建。而且命令行有命令行的好处。如果是在 Windows 图形界面下面，你想创建一个目录，那么它同时只能创建一个，只能是右键新建建一个目录就可以了，只能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是在 Linux 的命令行下面，你可以同时创建多个目录。 比如说，我可以用 make d、N、r 在杠 tmp 下面的 japan 目录下面，比如说我可以创建一个仓井的目录，同时呢，我还可以在 japan 这个目录下面再创建一个龙泽的目录，甚至 OK 后面写上更多个目录，就算你一次想创建个二十个、三十个目录都是可以的，它可以同时创建多个目录。我们可以执行看一下。 这个时候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tmp 只派这个目录下面，我们会看到刚刚同时创建的两个目录仓井和龙泽都已经创建了。好，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目录操作的命令 make dir，用来创建新目录。这里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，一定要记住做好这种目录结构的规划。那么目录的名称命名也最好有一定的含义，便于查找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既然目录创建完以后，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里面，你创建完了怎么样来去切换到这个目录？这有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叫 cd，cd CD, change directory，怎么切换到某一个指定的目录？我们可以用 cd 来进行一个切换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用 cd 来进行切换的时候，最简单的一种方法，直接用 cd 加上。 你所要切换到的目录，比如说我要切换到苍井这个目录，就可以这样来做；比如说我要切换到 /etc 这个目录，就可以这样来做。我们要切换到任何一个目录，只要用 cd 加上这个目录的名称就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是，我们在切换完这个目录以后，大家会看到，在前面的提示符里只保存了最近一级的目录的名称。 怎么能获得这个完整的目录名称呢？因为有的时候啊，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的操作，敲了很多个命令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查询到当前的详细目录呢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目录操作的简单的命令叫 pwd，我们可以使用 pwd，顾名思义，它叫 print working directory，显示当前所在的目录。 我们只要在命令行上敲个 pwd，就可以把当前目录显现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们敲 pwd，它就会显现出来当前我们所在的目录的绝对路径。同样呢，还有两个很特别的目录，一个叫点点，一个叫点。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，点表示当前目录，点,点点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，点点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。比如说，如果以我现在的例子。 那么当前的目录就是这个，那点就代表了 temp japan 苍井这个目录，而点点就代表了它的上一级目录是哪一个呢？cd 点点代表它的上级目录。执行这条命令会它回到哪一个目录呢？就是 temp japan 这个目录。如果再 cd 空格点点，它就会再回到上一级目录。那么这是呢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。 cd 加上点点回到上一级目录。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有的同学可能很早用过 dos，dos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法，点表示当前目录，点点表示上一级目录。那么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 dos 里面 cd 点点这个操作是不需要空格的，直接 cd 命令加上点点就可以了。但是在 linux 里面对命令格式要求非常严格，必须 cd 空格点点才能够执行这个操作。 好，这是关于目录处理命令里面的这两个，怎么样来切换目录，以及怎么样来查询当前所在的工作目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既然可以创建、可以切换、可以查询，自然也可以删除。怎么样来删除一个目录？rm dir。rm 呢叫 remove。那一般来讲呢，在到此的时候呢，在删除目录的时候，都很喜欢用 delete 呢，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。 那如果是在 Linux 里面呢，很多时候都是用 rm 这个词来代表删除，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词，往往表示一个删除的含义。所以呢，这个 rm 就是 rm 的缩写。那这里啊，有一个很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，就是 rm dir 这个，大家看这个功能描述里面，我写的是删除空目录，什么意思呢？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它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直接用 rm dir 加上目录名就可以删除了。 比如说，我们把一个刚刚创建的目录把它删除掉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那么在刚刚啊，我们创建的目录里面有一个呢，放在 TMP 下面的折判里面，叫波多这个目录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目录删除，可以直接用 RM d r 加上目录名称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这个目录删除掉了。但是千万注意一点，它的功能描述里面写的是删除空目录。 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呀，我现在想把杠 tmp 这个目录删除，这个时候它就会提示你这个操作失败了，因为这个目录非空。我们 ls 看一下 tmp 这个目录下面确实是有其他的文件和目录的。那么也就是说 m d r r 这个东西非常面啊，面的跟沈超老师一样啊。那么它只能删除一个空目录。 你要想把一个目录删除，先得把这个目录下面所有的子目录和文件全干掉，然后才能把这个目录删除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一个挺纠结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命令呢，在实际的应用里面用的并不多。那么大家作为了解，知道一下。但是有同学就会想，那如果我真要删除一个目录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有其他命令可以实现这个目的。好看一下我们这节课另外三个重点。我们在对目录或对文件操作的时候。 另外三个很常见的操作，怎么样来进行复制？怎么样来进行剪切？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几个命令，包括删除。先来看一下复制，复制的命令叫 cp，也就是 copy 的意思。如果你想把一个复制，把一个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位置，我们都可以用 cp 这条命令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基本的用法。我们先不考虑它的语法中的选项，使用 cp 命令。 直接加上你要复制的文件或者是目录，然后加上你要拷贝到的目标目录就可以了。它的格式非常的简单。那么我们来看两个范例。比如说呀，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的一个目录，把它拷贝到这个目标目录杠 root 下面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选项叫杠 r，在 cp 复制文件的时候啊，它是不需要加选项的。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个系统文件。 叫 e t c g r a b c o n f 我们把它复制到杠 /tmp 下面，直接这样敲就行了。写上你要复制的目原文件，再写上你要复制的目标目录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文件就已经被保存在了杠 /tmp 下面 g r a b c o n f 那如果要复制目录的话，稍微麻烦一点，你要增加一个选项，这个选项叫杠小写的 r。这里面再提醒大家一点。 在很多的选项里面，在很多 Linux 的命令选项里面，几乎是所有的。那么，我们几乎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这些命令和选项，包尤其是选项，大小写是严格区分的。所以这，这杠小 r 就是杠小 r，千万别写成杠大 R 了。那么，我们要复制目录，必须加上杠小 r 这个选项。假设我想把刚才我们创建的一个目录，比如杠 a p n 下面的苍井这个目录，把它复制到杠 root 下面。 这个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仓井的目录已经拷贝到刚 root 下面了，就可以这样来去做。而且 cp 可以同时复制多个文件或者是目录。比如说，现在我们看到刚 root 下面有这么多个文件，假设我想把跟安装日志相关的这两个文件，把它复制到杠 tmp 下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做：root 下面的 install 点 log，root 下面的。 install 点 log 点 syslog，我都把它复制到 tmp 下面，就可以这样做。可以同时复制多个文件，那么你只要把文件名称写在这儿就行了。你可以同时复制十个、一百个，只要最后写上目标目录就可以。这是命令行的好处，同时可以复制多个文件。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的命令。 我们看 root 下面的 install.log，它的文件属性最后修改的时间是这样。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复制过去的放在 tmp 下面的 install.log，我们看到它的时间是这样。它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这个文件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拷贝到目标位置杠 tmp 下面的，但但是它们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。 这个时间是以当前的时间为准的文件最后修改的时间，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个文件创建的时间，因为一个文件拷贝到另外一个位置，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位置新建了一个文件，所以呢，它最后修改的时间就会变化。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有一些时候，比如说有的人在备份的时候，假设他想把这个日志做一个备份。 他不希望文件最后更改的时间发生变化，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？他可以用 cp 加上一个选项叫杠 p，杠 p 就可以保存你要复制文件的属性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还执行这个命令，把杠 root 下下面的 install 点 log 复制到 tmp 下面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一回车，因为在杠 tmp 下面已经存在了一个文件，刚刚我们拷贝过的。 install 点 log 这个文件，所以它会提示你是否要覆盖。那么，如果你要覆盖的话，就敲一个 y 表示 yes；如果不覆盖，那自然就敲一个 n 表示 no。我们一定是要覆盖的，做这个实验，把它覆盖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原文件和这个拷贝过来的复制的文件 install 点 log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，这个时候。 他们的文件最后修改时间是一样的，所以杠 P 这个选项，它可以在文件复制的时候保持文件的属性。杠 P 可以保持文件的属性而，而杠二用来复制目录。那么这是在 cp 命令里面需要大家掌握的两个知识点。同时有一点提醒大家的就是，我们在复制文件的时候，因为这是命令行的操作，还相比图形界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可以复制的同时进行更名。 可以复制过去的时候可以改名，不像 Windows，我复制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呢可能叫 A B C，复制过去呢它肯定还得叫 A B C，你想改名，复制过去以后才能改。但 Linux 在命令行可以复制的同时做一个更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里面呢，我要把 T M P 下面 Japan 下面的某一个目录，比如龙泽这个目录，复制到刚 root 下面，可能改个名字。 哎，好、啊，这里面忘记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加上杠 R 这个选项的复制目录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加上杠 R 这个选项。这个时候呢，在 root 下面就创建了一个目录，叫沈超十八加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复制的过程里面，不一定你复制这个目录，它的名称叫龙泽，你复制过去，它的名称一定还叫龙泽。 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录复制过去，希望保留它原来的文件名，你只需要呢这样来执行这条命令就可以了。这条命令的意思是把这个目录拷贝过去，拷贝过去以后呢，它还叫这个文件名。但是我上一条命令的意思呢，就是不仅把这个目录拷贝过去，而且拷贝过去以后，把它的名称改成跟沈超老师相关的一个意思，改成这个文件名了。这是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的，这是关于复制命令。 最常用的两个选项和它一个基本的用法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既然可以复制，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剪切和更名。那么在 Linux 系统里面，剪切和改名是同一个命令，都叫 mv。这个在 Dos 里面一般剪切和改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令，但在 Linux 里面省事儿了，把它合成一个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 它的格式跟拷贝其实是差不多的，跟 cp 命令大同小异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分别的这两种用法。举两，我们分别给大家举两个例子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比如说呀，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剪切的例子。那刚才呢，我突然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操作，这个叫清屏。你可以直接摁一下 Ctrl L 的快捷键，就可以来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操作痕迹，或者敲一个 clear 的一个命令，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 那么这个时候一敲命令或一按 Ctrl L，这个屏幕就清静了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在我们使用的过程里面，如果想要进行剪切或者想要进行改名，怎么样来做？比如说呀，刚才呢我们在 tmp 下面的折判目录里面创建了这样的两个目录。那么假设说呀，现在我想把它们做一个剪切，我想把苍井这个目录把它剪切到。 杠 root 下面，那么我们怎么做？可以用 mv 加上 tmp 折 n 加上苍井，然后把它剪切到杠 root 下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里面还有一种命令的敲法，可以这样做，不一定每次命令这个目录的名称都要敲绝对路径。比如说，我正好就在杠 tmp 杠折 n 这个目录下面。 我要对当前目录进行操作，当前目录的仓景这个子目录进行操作，把它剪切到杠路的下面。这个是可以省略前面的当前目录的，当然前提你确定你的目录是在这个目录下。那么在你不确定的时候，那你就写绝对路径啊、哦，杠 tmp 下面的左派仓景，那么把它剪切到。 root 下面就可以这样做，回车以后，这因为之前呢已经拷贝过一次，同样你可以选择覆盖或者是不覆盖，放弃这次操作。这个时候就把它剪切过去了。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折派目录，里面已经没有苍井这个目录了。好，那么这是关于怎么样来做剪基本的剪切。我们剪切一个目录或者剪切一个文件，这个跟 cp 不一样，mv 是不需要加杠 r 这个选项的。 直接使用 mv 可以剪切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，可以像复制一样，你可以一次把五个、五十个文件剪切到一个目标目录，可以做这样的操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剪切的同时，也可以像复制一样，在剪切的同时改名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要把 tmp 下面的 Japan 龙泽这个目录，把它剪切到杠 root 下面，那么假设改个名字，改个名字叫女神，对吧？ 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做，在刚入的下面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目录，叫女神。而在 tmp 只判这个目录下面就已经什么目录都没有了。这是 mv，怎么样来进行文件或目录的剪切以及为文件改名？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情况就是，如果在当前目录下要做一个改名，怎么做？我们来到刚入的目录下面看一下。 我们在刚 root 目录下面呢，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目录，比如说以苍井这个目录为例，那么假设说呀，我现在想把它做一个更改，我直接用 mv，我直接到 root 目录下面，我现在呢想把苍井这个目录做一个改名，你可以直接 mv 移动这个文件，在当前目录下移动。 但是呢，我给它换个名字，先写上这个目录的名称，再写上，比如改它改成叫“苍老师”。哎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那么，我们如果在同样一个目录下面移动，那不就是改名吗？mv 加上你要改名的文件，再加上新的文件名，就可以把一个目录进行改名。好，这是 mv 这条命令。好，那再看一下我们这一小节里面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命令 rm。 删除文件。那么，虽然说从功能描述上写的是删除文件，但实际上它也可以删除目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幻灯片上有一个选项叫“杠 r 杠 r 是可以删除目录的。那么，在讲到删除的时候，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：大家在听这个视频教程，不管是在做剪切还是做删除这样的操作，都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我们在 Linux 里面随便看到一个文件做练习的时候就删除一下吧，或者是剪切一下吧。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有的可能是系统文件，删除了以后，可能重启你的系统就崩溃了，这就很糟糕。所以呢，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，最好是用自己建立的文件，或者在系统里面拷贝的文件。你可以把系统的一些文件拷贝到某一个你自己做练习的一个像 p m p 的目录啊，你的自己的宿主目录啊，甚至是你觉得我专门建立的一个练习的目录啊，来做这个实验。那么这个要千万注意。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删除命令。删除命令最基本的用法就删除文件，直接 rm 加上文件名就可以删除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比如我们在 root 目录下面，现在如果我想删除一个文件，这个呢，我们从系统里面复制过来一个文件，把它删除啊，千万要注意，这是我从系统复制过来的一个文件，我把系统的一个文件叫 g r a b c o n f i g 把它复制到刚入的下面，复制嘛，无所谓对吧？因为原文件还在。我把这个 grab 点 config 删除，rm 加上 grab 点 config，回车，它会提示你，你是否要删除这个文件？如果你确认要删除，就摁一下 y，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就被删除掉了。但这里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，在 Linux 里面是没有 Windows 回收站的概念的。 在 Windows 里面删除的时候，你右键删除，人家会问你：“你是否确定真的要删除吗？”放到回收站了。清空回收站的时候再问你：“你是否真的确定要清空回收站吗？”换句话说，你有两次反悔的机会。但是在 Linux 系统里面，这个只有一次。可能有的同学会问：“那如果删除的文件想把它恢复过来，这有可能吗？”那其实类似的恢复软件在 Windows 里面、在 Linux 里面都是有的，但是。 这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情况，并不是所有的删除都能恢复或都能完全恢复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建议大家：第一，删除任何文件之前，最好做好相应的备份，不管你有没有删除操作，包括你日常的数据要做好备份。第二，我们在一旦发现误删除的情况，尽量在确认情况以后，不要在你。 再对你的硬盘做过过多的读写操作，包括查找啊等等。根据经验，你做的读写操作越多，未来恢复数据的可能性就越小。那么这是特别要注意的。第三呢，其实这种软件当然很多，你可以做一个尝试。另外一方面，也有专业的做数据恢复的公司，但价格呀，真的是非常吓人。所以退一步讲，最好是别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好，那么这里面呢，rm 删除文件就直接 rm 加上文件名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啊，你说删除的时候啊，这个太麻烦了，每次都问我是否删除这个文件。如果一次我想删除十个呢，我直接把十个文件名写在 rm rm 后面，一个个问我，这太讨厌了。这怎么做呢？好，我们再把这个文件拷贝过来，执行删除这个操作。你不希望有这样的询问，你可以加一个杠 -f 的选项，f 表示 false。 强制删除，回车以后，直接文件就被删除了，连一次询问都没有了，你连一次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直接 rm 杠 f 就可以把文件删除掉了。那如果是删除一个目录，这个时候不能直接用 rm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呀，rm 想把刚才我创建的一个目录 Japan，因为本身呢，我也不太喜欢日本的东西的，不像沈超老师啊。 所以呢，我现在想把这个杠 tmp 指判这个目录删除掉，用 rm 删除。这个时候它会告诉你，这个呀、啊、是一个目录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 rm 的本意是只能删除一个文件，这个时候它就这个操作就没有执行。要删除目录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加一个杠 r 删除目录的选项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删除目录，可以这样做：rm 杠 rf。 加上这个目录的名称才可以。好，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的哦。比如我们要把这个杠 tmp、Japan 这个目录删除，我们可以加一个杠 rf，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一个选项。不加 f 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看一下，他会问你是否要删除进入这个目录，然后回答 y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删除的目录，比如说 etc。 他会一个一个的问你要不要进入哪一个子目录，要不要确认这个哪个文件要删除。比如说回答 n，你看他会一个一个问你。但是如果这个目录下面有几百个文件，那你就悲催了，你就在那没事摁歪摁歪，回答 yes 玩了。那如果你想终止这次操作，任何一个命令的终止可以摁 c t r l c 把它终止掉。所以如果你要删除一个目录，这个目录下面有很多文件，你要怎么做呢？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用法就是用 rm 杠 rf 删除一个目录，用 rm 杠 rf 删除一个目录。比如说，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用刚才前面讲的 m k d r 杠 p 创建一个 tmp 绝 n apan, 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目录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用 rm 杠 r 来删除这个 tmp 绝 n、p、的话，就比较麻烦，你要一个个的确认。 但是，如果我们 Ctrl+C 中止这个操作，你可以直接用 rm 杠 rf tmp 删 n 就算这个目录下面有一百个文件、一千个文件、一万个文件，也不会确认，也不会需要你确认，直接就删除掉了。这是 rm 杠 rf。F 所以，千万要谨慎小心，别做一些误操作。你说我执行个 rm 杠 rf 杠。这坏了，系统以为你要把整个系统干掉呢。这个时候，可能就会造成你系统的崩溃。 你说我 rm 杠 rfetc，把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干掉了，那你千万要注意，不要犯这样的错误。我记得我在刚接触 Linux 不久的时候，有一次本来要删除一个目录，结果敲在敲到这儿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个美女从旁边走过去，结果一不小心手就碰到了回车键，结果真的这个世界马上就清静了啊，重启以后系统就崩溃了啊。好，这是。 关于呢，我们在目录处理命令里面常见的几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，那么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一节课里面，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目录处理命令里面最常用的几个。首先呢，大家通过 i a k e d、N、r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目录，有这样的常见的一个选项，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目录的同时，用杠 p 再创建一个子目录，可以递归创建。我们可以使用 cd 来切换目录。 可以使用 pwd 来查看当前的工作目录，可以使用 rm d n r 来删除一个空目录，千万要记住，它只能删除一个空目录。如果这个目录下面有文件或子目录是非空的，这个需要使用刚才我们讲的 rm 来删除。如果我们想复制一个文件，可以使用 cp 复制一个目录，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个杠 r 的选项。复制的时候保持文件的属性，加上杠 p。如果想要剪切或者给一个文件改名，使用 mv。 如果我们现在想删除一个文件或目录，删除文件用 rm，删除目录加杠 r。如果是删除目录的同时或者删除文件的同时，不希望询问确认，rm 杠 rf 或 rm 杠 f 删除文件不需要确认。这是我们目录处理里面最常用的一些其他的命令。那么是我们这一讲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。好，那本讲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，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，请关注“汽车 Linux” 微信公众账号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